中的捐赠，啊，日本对台湾疫苗的捐赠334万，啊，到今天为止，我想这是代表了日本的人民对台湾的一个帮助，那我们是心怀感激。虽然是334万剂，那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都非常的珍惜，那一剂基本上都可以打到1.07到1.10，所以几乎可以打到360万人。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